现在的 AI 真的太可怕了，你真的会分辨不出这世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如果我说我就是小同学，你信吗？其实我只是一个数字人。 这个效果几乎就跟真实拍摄的一模一样。对比以前的数字人，只有头在动，身体不会动的效果，现在他已经可以做到唇齿细节、微表情和肢体语言都真实自然，音色也纯正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就连人物后面的影子也在跟着一起动？这就是刚刚上线没几天的数字人模型，Her AI 生成的效果。这自然度真的是业界 top one。像我们自媒体博主，就可以用它来制作个人 IP，克隆一个专属的数字人形象。 在创建数字人里面，上传一段三十秒以上的视频，就可以定制一个特别生动的数字人形象。另外，这里内置了大量的数字人模板，在右边可以选择声音音色，也可以上传自己的声音进行语音克隆。同时，Her AI 还支持多达二十六种语言的口型适配。 选择好声音后，在下面的输入框输入口播文案，我们可以点一下预览，试听一下语音效果，然后点生成视频，大概需要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能看到生成的数字人效果了。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同学，快来跟我一起玩数字人吧！这效果目前来看，真的很少有对手。 这个模型现在已经正式上线使用了，而且每个用户都会有充足的免费的额度。入口已经放在了粉丝群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哦。